1994年出生，中国内地女演员，因参演《青春校园励志剧》《旋风十一人》，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。主演的古装爱情网络剧《双世宠妃》在腾讯视频上线，评曲小谭等角色获得更多的关注。搭档汪东城、贾青参演奇幻悬疑剧《西夏死书》，与秦昭林搭档参加湖南卫视中秋之夜，她就是梁姐。凭借《双世宠妃》里的曲小谭一脚走红，她虽然才23岁，但是依旧被大9岁的男友蒲巴甲求婚成功。粉丝知道消息后都泪奔了，直呼我的坦诚夫妇啊！而且还有网友趁不想再看《双世宠妃》第二季了。看来粉丝真是入戏很深。23岁的梁姐美得令人心动，而且还很会穿搭，是一个时尚达人。梁姐身穿一款白色薄纱礼裙，看起来仙气十足，美如仙女下凡般，露出迷人的香肩，多添几分小性感。扎一款半丸子头，俏皮可人。梁洁身穿一款蓝色上衣，搭配一款白色中裙，看起来清纯可人，很能彰显出她的气质。背上一款黑色的背包也很加分。梁洁身穿一款黑色连衣裙，外搭一款格子元素的西装外套，